什么菠萝菠萝蜜？拜拜，饮料用菠擦蜜，神明一定哎波比，全家用了好甜蜜。哎，我的贡品贵拢爱嚼。敬神啊，敬神！你的贡品贵重爱吃。七月份抢破头啊！不是不是，这个哦，对了，七月份是给好兄弟的。好兄弟的。哎，但是你说贵爱吃，你看全年一个广告不是跟那个七月份，贞子也出来，然后什么一些街友都出来啊，有没有？三号星期五，所以也是有，这个是因应我们的民情呐，是真的是有这样。来，文杰兄。老师是蛮有说服力的，不过好像神明还没吃完就全部撒掉了。哦，没有，这种东西本来就是撒出去。对，你的糖果有没有？那个法师做法完毕之后就撒那个糖果。我的用意是人争一口气，佛争一炷香。花香、果香、茶香跟酥香，以及这个饼干香，就是供给这个六道众生的。哦，我懂了，就搞供。这个广告还可以。因为他是很拼命的，我们给你代言一个，你这一生不可能代言的，是机车广告，你不可能嘛，因为机车比较高嘛，那你停下来头开扬不起来吧，还卡不够等，那我懂，这是梦想，哎，可是人家还骑哈雷耶，对，他是坐垫拔掉，直接坐在引擎上。所以他不能骑很远，他大概骑差不多五六分钟就停下来，但他速度都很快，对他骑很快，菊花要缓，然后五六分钟就停下来，就休息，因为那引擎烫到那里是很烫。等他散热之后又再上，休息，来，机车广告看一下，哎。看詹老师说的嘴角都是泡泡，这回能否将汽车广告拍得淋漓尽致呢？爱不透的是你的心，谁说我不在乎？昨天的你变得好模糊，难道只为了一封信？为什么感情变得好？今生最完美的女人。Oh my god！ 终极，给你最棒的人生邂逅。怎么突然划得来 ？Oh my god！ 怎么突然太黑？你们讲太硬了啦！后面不讲，后面你要讲后面的。后面没讲，后面讲。老师，你录完了可以走了。录完就走了。对呀。啊，他来补那个镜头。对呀。因为你在现场，你一定摔车的嘛。哇塞，这个。但是我们要告诫一下这个制作单位，真的不要乱花钱嘛。节目收视冠军，对不对？不能乱花钱就来。Oh my god！ 领钱就走人了。一句哎，一秒还出外景，你要赚的。这制作单位真的。他说：“老师拍完你先走，这样才记得赶我走。”汪洋机车，我讲真心话，听说最成功广告就这一个，就这一支。那一支广告，同时一支广告，你看它的效益有多大？造就了一个郭富城，而且几乎那个时候大家忘记这台车是什么，但只记得郭富城。郭富城帅个帅爆了吧？啪，水泼到脸上。还有造就了一个歌手陈爱梅。哦，还有那个高明俊。高明俊对两个人合唱的，对。一封不该来的信，谁说我还在乎？所以你看那个广告，然后哇不得了。今天你要代言这个，可以吗？我看节目就在这里告一个完美的广告。这个广告怎么样？最后还有爆点。对，就是那个爆点。哦，所以跟他无关。主角变成惠子，是不是被抢走？前面都是铺梗的，风采被抢走。哦，相当不错。哇！而且我要用广东的国语。风采被抢走。你是我这一生最完美的女人。我不想感情介入。你就是我今生最完美的女人。我们都没有听到，听出来是广东腔，完全是广东腔的，我以为是台湾国语。好的，那么我们现在马上来看看到底能不能超越23分呢？3、2、1，请给分。好，10分、9分、5分、24分。
他是几分？二三二三，他二三二四，他二四二四分。但因为乙辰给五分，加权指数的关系，导致乙辰是对对主审，所以还是没有成功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恭喜获胜。Kid 的朋友落败，但是乙辰给我那么高分，是是是，而且说了，对，也就够了。那你现在已经过世了，你打算往哪里？不是啦，同名同姓的，同名同姓。再次谢谢他们，也谢谢梁乙辰小姐来到节目当中，好吧？其他两位还好还好。对，老爷，谢谢李老师，还有文杰，谢谢。明天同时继续回到我们的。